嗨，各位美丽佳人 TV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绮贞。今天我们本来是计划要到海边去拍照，但是因为台风的关系，对，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全部都在棚内拍摄。对，但是我觉得今天就很棒的是，摄影师他打出来的光线，其实从第一套衣服开始，我们就会觉得那个光线就跟我们在海边拍照的气氛几乎是一样。对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起，我就用想象自己，面对着炽热的太阳，然后吹着海风，然后脚踩在温暖的沙滩上，啊，我自己很开心，因为可以穿很多其实平常比较少有机会穿到的很多漂亮的衣服。那也希望这次拍摄的结果大家会喜欢。今天其实每一套衣服对我来讲都是很新鲜的，这些衣服会让自己的身体有了一种新的感觉，就穿上去我就会觉得自己整个人要很挺，然后要能够撑得住这个衣服。对，那其实大家会看到了这些照片，我就真的是依照自己穿上去这些衣服的感受，然后从这些感受出发去表达我自己身体的一些语言。其实美丽的衣服，虽然平常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去找寻。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可以有这个机会跟美丽的衣服做更多的接触，然后我觉得它也会启发我很多感官上面对不一样的收获。其实一直有一个小小，也不是小小的吧，应该是什么还蛮壮烈的心愿，就是想要环游世界啊。其实不管有没有达成，我觉得最重要是能够有这样的机会，在今年能够大开眼界。然后也打开自己的视野，然后看清这个世界的这个全貌。对，那我希望自己的人生可以更充实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绮贞，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《美丽佳人 TV》。